如何在净缘中去除贪嗔痴，这个我们也说的很多，常常都在讲。净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啊，环境里面有顺境有逆境，人事环境里面有善缘有恶缘啊，会修行的人这个环境对我们都有好处啊，不会修行的人那要回避啊，这个大乘跟小乘区别就在此地啊，小乘呢是尽量的回避它啊，大乘不回避啊，在顺境善缘里面要提，常常提醒自己不生贪念，你看这不就断贪嗔痴吗？啊，人在顺境善缘里很容易起贪心，啊，贪、愚痴都起来了。啊，这就是这堕落了。常常想到贪心，不管贪什么，贪佛法也是贪心。贪心，佛讲得很清楚啊，你将来到哪里去啊？魔鬼道啊！啊，贪心是魔鬼啊，愚痴是畜生啊，嗔恚是地狱啊！啊，嫉妒、嗔恚都是造地狱的业因啊，尤其是在佛门里面。最怕的是什么？怕障碍别人呢学佛啊，这个最重。你看《法起菩萨殊胜之要经》里面讲的啊，一开经一开端，世尊就举这个例子讲啊，啊，无善陀罗。这个陀螺的故事啊，两位出家的法师啊，讲经说法啊，讲得很不错，法缘很殊胜啊，皈依的人多，供养的人多。另外有一些法师卧比丘看到之后就起了嫉妒心啊，造谣生事，破坏道场，让这个听众对这个讲经的法师发生了疑惑啊，这个破坏的卧比丘死了以后堕地狱啊，地狱他感受的时间长啊，啊，在人间来讲呢18000年，你说造罪业很容易啊，挑拨是非非常容易啊，啊，可是果报很凄惨啊，18000年之后他才再得人生啊，得人生是什么呢？贫穷下贱啊，因为破坏人家这个学佛的机会啊，他的果报是愚痴啊，凡是事情它是相对的对应的啊，我障碍别人的
利益，这个利益是属于财务，你去想的时候，将来自己就短缺财务，啊，受贫穷之苦，障碍别人闻法，那将来就没有智慧，啊，障碍别人的发愿，那自己就非常可怜，为什么呢？生生世世啊，得不到别人的帮助。啊，你总看这个相对的，啊，那佛教导我们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帮助别人是帮助自己，啊，成就别人是成就自己，啊，我这一生没有这个机缘，但是我会帮助别人。可是这因果通三世嘛，到下一辈子我的人生在修行，就很多人帮助我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那么我如果处处的时候嫉妒障碍的话，来生就这个路就走不通了，太可怕了啊，这叫三世因果，你要懂得的时候，人明白伦理道德，不会作恶，懂得因果报应呢，不敢作恶啊。这古圣先贤呢，这个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重要啊。这个东西能够有效果的推动啊，世间好人多啊，啊，好事多啊，啊，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所以这个逆境卧云不生成慧，在这个里头断这个愚痴，断成慧，修忍辱波罗蜜。没有一样不能忍的啊！常常想到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万物都是佛菩萨，所以佛讲得好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如果我们真的明了这桩事情，世尊所讲的我们接受了，我们相信了，我们承认了，你愿不愿意得罪一尊佛啊？现在这一尊佛呢，他饿着肚子，你供养他呢，啊，你还是忍心看他继续受饥饿啊？这就在你看你怎么做法了啊！你就想到我将来的果报是什么，冷静一想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想法缘殊胜，没有别的，广结善缘啊。我自己前生修的福薄啊，所以这一生当中啊，命里没有财富啊，啊，算命看相财库空空啊，啊，要收贫穷下贱的果报啊，所以这是难得的呢。过去生中与佛有缘啊，遇到三位呀真正的善知识啊，叫我补课啊。
过去生中没有修的，这一生好好的修，把它弥补过来。啊，没有财富，怎样弥补财富呢？修财布施，能力很薄弱啊！我跟诸位讲过多少次啊？啊，修财布施我很困难呐、啊！啊，自己生活是勉强可以维持，没有多余的钱呢、啊。啊，所以张家大师给我说，一块钱也没有，哦，这个有，一毛钱也没有。从一块钱、一毛钱学布施，啊，真的越施越多啊，越多越施，你的财用啊不缺乏了，啊，无论用多大的这个财物，真的叫。心想事成啊，发布施增长聪明智慧啊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。老师教我这三个方法，我很认真去做啊，但是我并没有求财富，也没有求聪明智慧，也没有求健康长寿，啊，没有这个念头，啊，可是果报出了自然现前，啊，让我们呢对佛法了升起坚定的信心，没有疑惑了，啊，凡事。犹疑不决的这个原因呢，第一个是善根薄，第二个呢是没有遇到真善知识啊，或者是遇到真善知识没有认真好好的学习，这真的 啊亲近张家大师的人很多啊，亲近李老师的更多啊，啊，几个人得利益呢？相信的人得利益了，依教奉行的人得利益了，啊，天天跟着老师，啊，没有真正依教奉行依旧不得了。